吹了之后，然后如果又过不了，那是不是我的事情呢、啊？对对啊，现在让你自己，你很清醒，我清醒啊，对啊对啊，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、啊，所以你决定，我运动一下。你很清醒，我清醒啊，对啊对啊，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、啊、所以你决定，我运动一下，就吹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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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看数值，公共危险了、啊、所以没有道理像你讲的呀，没有就没有，就超过了就要送法院。前进犯罪所原警于2月22日4:19局执行巡逻勤务，巡经中华三路与702路时，见一台自小客车未开大灯，遂上前盘查，不料一靠近便闻到驾驶赵女身上酒气扑鼻而来，4:19后明显超标，立即依公共危险罪送办。经了解，赵贤自知市区某酒吧与友人相聚饮酒后，自觉只喝了两小杯 shot， 认为精神上佳，故侥幸驾车载友人返家，却因忘记打开大灯，遭警方盘查。在得知需要4:19后，竟当街做起深蹲动作，希望能借着排案后可以降低数值，没想到仍超过法定标准许可，只能依法配合警方逮捕送办。新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驾车，以免害人害己。每个人对酒精代谢力不同，如超标不仅要接受相关刑责，亦需实施道路安全讲习。警方仍会积极取缔，维持治安之平稳。